宜兰地区今年桶柑已经成熟，并且由宜兰县青果绿销合作社开始点收，第一批外销新加坡的桶柑8050箱，今天已经全部包装好，要运到高雄，将在明天由海运运到新加坡，供应分别市场。宜兰地区今年外销桶柑预定目标是18万箱，第二批预定元月2号运出。青果社表示，第二批桶柑目前正在继续的检收中。